大妹，你不是都想学那个网上那些赚履带吗？今天我来教你一下啊。来，先转到后面来吧，后面来好一点。对，转到后面来，然后转到这个位置，转到这个位置。好，放稍微小臂伸一点，伸远一点，伸远一点，把那斗子放平。好，压起来，把那履带压起来。对，把履带压起来。压压压，好好，差不多了。比如说啊，这个履带你想整体把它向那边移动的时候，这边跟就往后面踩啊，左边跟你想向左边转的时候，左边跟就往后左边踩，那边就往前面踩，右边跟啊，右边跟往前面踩。旋转呢，你想要往左边转的时候旋转，你就往右边抽，好不好？往右边，我不管它前面后面啊，反正你自己想右边是哪边。你想要往这边转的时候，是不是你的旋转就要往那边啊？然后大臂压着，大臂压着，来，我们来试一遍，来试一遍。你要往左边转，现在啊，现在你履带想要往左边转，该怎么做？大臂压着，大臂压着啊，来。压着啊，压着踩，踩旋转，扳反了，往前面。我跟你说的，你要往，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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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再把它转回来，旋转怎么拉？对对对对对，一根向前，一根向后，履带啊。对，那个履带你想要往这边的时候，哪边就往啊后面踩就可以了，然后旋转到就往相反的方向，来，多试两遍。对，这个履带你看，好好好，不要撑太多，再把它转回来，来，再转回来，再转回来，对。怎么样？这个简单吧？不简单。不简单啊。学会了没有嘛？感觉这个学前面往哪边啊，多练习就行了。